第一课，欢迎你回到北京。课文一，你好，莎莉，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回到北京。你好，大卫，谢谢你来接我。你怎么只穿了一条裙子呀？别忘了，这是北京的冬天呢。这几天北京很冷吗？这几天北京刮大风，天气特别冷。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洗手间换一件衣服。你好，莎莉，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回到北京。你好，大卫，谢谢你来接我。你怎么只穿了一条裙子呀？别忘了，这是北京的冬天呢。这几天北京很冷吗？这几天北京刮大风，天气特别冷。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洗手间换一件衣服。第一课，课文一。九 ，for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人，可以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打招呼。欢迎 ，to welcome， 欢迎你，欢迎新同学。欢迎 somebody means to welcome somebody. 接 to pick up somebody. 去机场接朋友。只 only 用在动词的前边，表示数量很少，时间很短。只穿了一条裙子，只要一杯热水。一条一杯，数量很少。他昨天只睡了三个小时，所以今天上午很累。睡了三个小时，时间很短。穿、要、睡都是动词。条 measure word used for pants, dresses, etc.一条裙子，一条裤子，一条小路，一条地铁线。冬 ，winter， 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刮大风 ,blow hard, 刮风 ,blow, 特别 ,extraordinarily, 今天特别冷，风特别大，我特别想去北京看看。洗手间 ,bathroom,restroom， 去洗手间。换 ，to change， 换衣服，换钱。连动句 ，somebody plus 来 ，or 去 ，or 到 ，plus place plus to do something。A sentence in which the predicate contains two or more verbs. There is neither pause nor connector within the verb phrase, and the two verbs used the same subject. 我去
洗手间换一件衣服。去洗手间。Verb phrase 1. 换一件衣服。Verb phrase 2. 大卫到机场接莎莉。到机场。Verb phrase 1. 接莎莉。Verb phrase 2.你好，莎莉，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回到北京。你怎么只穿了一条裙子呀？别忘了，这是北京的冬天呢。这几天北京刮大风，天气特别冷。你好，大卫，谢谢你来接我。这几天北京很冷吗？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洗手间换一件衣服。寒假结束了，大卫到机场接莎莉。大卫看莎莉只穿了一条裙子，就告诉她多穿点衣服，因为这几天北京天气很冷，风特别大，比墨西哥冷多了。